比 RGB 三原色嘛哈，如果因为它零到二五五就是 RGB 嘛，红绿蓝，那全部都是二五五的话，就是白色的，好，那如果全部都是零的话，就是黑的，哈，那二五五零零的话就是红的嘛，这个就是红的 ，R 就是红的 ，GB 都没有的话什么，就是。这只有红色有颜色，好，所以 phone color 的话呢，就是白色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interior 的这个 color 就是底色的，好，所以这地方的话呢，就是红色的。那这个地方就判断完，哎，如果是这个条件的话，那就帮我把它改一下颜色吧。OK， 那跑完之后的话，就会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，哈。OK， 那这里的话，当然哈，我们。执行出来之后的话，哈，我觉得最好是再复制，用复制的方式哈来做哈，移到最后。这样的话，那当然你可以讲这个地方再执行某数的倍数哈，某数倍数，然后输入一个11好了，好，按个确定，有没有11有了哈，所以这边会出来。但是这里面包含正负了哈，如果是没有负数转正，那把它再转正的话 ，OK， 那就变全部正了哦。那因为是复制一个，好，所以这地方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，就是，某数的倍数，好，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。